喉结处有痣者，易上吊自杀。地阁下巴有疤痕，防水灾。眉上有痣，克兄妹。八字金水成事，理科毕业，木火结党，文科苗子，财印象贴而战。父母不和，八字见戊戌巳，就是痣或胎记，粘住脸。月干胸，月之背，日干腹，日之臀，时柱腿。逢合则无，不分男女。眼角鱼尾纹末端分叉。二婚。男性马脸无子，驴脸无后，天下没有穷戊子，世上没有苦更深。八字戊子日柱生人，没有穷人，见戊则破，交托运之年，劳筋伤骨。女命禄神欲冲，易被强暴。男命禄神合官，喜欢同性恋。天庭额头三道纹，上面的纹断，父亲去世；下面的纹断，母亲去世；中间的纹断，离异或丧偶。女性人中有痣或疤痕，剖腹产，鼻头大的人性欲强。女性双眼越大越淫荡，眼下有痣，爱哭；嘴角有痣，爱吃或爱说。八字算卦，风水命理，阳宅布局，手相面相，合婚则吉，运势化解。师傅微信：86944479733。